旧历新年要到，国民进党馆长参选人李进勇率领地方议员蔡佳如以及多位县府官员，特别在年节进前来到北港新安江写春联，要敬送予沿海乡亲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今天也带来了我的这个春联哈，来向大家贺年哈。这个春联上面写的是“喜极云林云深”哈，这个“深”带一趟林哈，其实它就是很多很多的树木集合在一起。哦、很多很多的树木就叫做森、哦、昆林，这个森这个林我们代表的意义就是一个愿景，希望昆林的人会越来越多啦、哦、能够集合起来像一片大森林一样，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字的一个意义。所以喜极云林代表喜气洋洋，代表着云林人的大团结，代表着云林的人口会越来越多。提你有意义，你正要令华夏宝宝高兴向真训练进步，因为新安江附近就是北港上头的菜市啊，请真侪家庭主妇围观。你今个民众真侪是拥抱粉丝，手来手去也翕无停。李金元难得也无笔写春联，对现场民众拢有求必应，等很亲民态度。要即场写春联活动，伫欢乐气氛当中圆满结束。记者李克森差不多。